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崇哥，今天要来开箱一个玩具，很特别的玩具，就是这个卡通气压动力车。这个是一个益智玩具。我们来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。它里面有副气球，然后它的车车，还有这个是打气的，它就这样子可以打气，然后车子。车子卡在它的前面这边，这样子。它这个是猪的图案，这个是熊的图案。那个是熊哦。对啊，熊啊，它上面写是熊啊。然后。妈妈，这两个小猪车。那个屁屁装在。对，屁屁。卡在它的嘴巴，拿一个气球出来。猪猪。装在它的那个小车上面一个这个头，试看看。你打气看看。也可以耶。套小圈的就好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好了就按这个啊，来按它就，呜，就进去了，扣上去了吗？好，扣上去了，打气，对，打气，我的气要打超多的，打气要继续按呢，打气，看你要打多少，对，这样就好，然后按它头上一个爱心，按下去，妈妈，好远啊。气球动力车，来，你把车装上去，怎么装？就把屁股。这边有一个屁屁，这边也有一个，就是充气的地方，把那个屁屁对着这边卡住。压下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嗯，好。然后把它调正。嗯。然后。这边有一个手把，这样子压就能充气。充到你想要的气之后，你再按这个爱心，把气都发出去。是吗？是这样玩吗？对。一、二、三。呼！这真的很简单哦，弟弟，你几岁？六岁啊。你看，很简单，这小朋友都会玩，而且很好玩，而且又可以消耗他们体力。发射完一台之后，然后不要捡，再换第二台，看谁的车最远，这样比赛看谁最远。不要。可以。我要自己去拿。没有，就是两台车，两次机会啊，看谁的车比较远。那爸爸，如果弟弟他的第一台比我还要远，然后第二台比我还要近，就抓最远的那一个就赢了啊。两台只要有一台最远，谁就赢了。哦，哎呦，你怎么每次都冲到飞起来？冲太大颗了啊！我帮你盖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这一条线大家都从这一条线开始，这一条对，瞄准。就这样哦。没有，车子的头，对对对，好，预备哦。爸爸姐姐超过了。没有，预备。发射！哦，现在弟弟比较远。好，第二台，还有第二台，没关系，还有第二台。我就说你不要灌太饱啊，灌太饱它会歪掉。好，你这次要用比较小的比赛是不是？好，试看看。来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！哦，弟弟的歪掉了。弟弟的也歪掉啊。可是弟弟的第一台比较远。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！咻！还有一台，没关系，你的卡住了。啊，看谁可以到对面的那个书柜。爸爸，我们差一点点就到了。对啊。预备，瞄准哦。你如果会歪右边，对啊，你就瞄左边。好，预备，三、
二一，发射！姐姐的碰到书柜了，姐姐的有碰到书柜。没有。有，他的有碰到，我刚好看到，他有撞到，好了吗？好，自己瞄准看要走哪一边，谁先碰到柜子谁就赢了哦。三二一，发射！哇！姐姐赢了！姐姐第一台就已经先碰到了。第二台。好，第二台看谁离最近就对了，是吗？你气球快爆炸了哦！你气球会爆炸哦！漏气了啦！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！哦！姐姐赢了。臭爸爸，碰到我，刚我这样。臭爸爸，你输了就输了，关我什么事？臭爸爸，臭爸爸，最后一次。耶、yeah, ，这就是今天介绍的小玩具气球动力车，好玩吗？好玩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